是默契大考验了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作上需要的是默契，是这样子呢，我们工作起来才能事半功倍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们目前呢，大家都有在演戏，哎，对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默契之演技大考验。哎呦，谁演？那谁演？好不好？那谁演呢？谁演？金钟，我们有金钟影后，哎，金钟影后，哇，对，小萱姐姐，那由金钟影后来挑好了。好，那就是只好约你，可以吗？好好好，麻烦你跟我一起。两位，那请到中间。哎呦，好，默契状况剧，男朋友要跟自己分手。好，状况剧，哎，去。那边好好玩，我们去玩。哎，小蛋呢？我有代志要跟你讲啦。我知道你饿了，我们去吃饭。不是啦，不是啦。你这么胖，我赶快去。你是华公子好不好？哇，那么凶。我觉得一个说国语，国台办呐。我还是分手好啊。我们还是分手吧。分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都已经可以容忍你这么胖，还容忍你穿这样子的衣服？你不会想知道原因？走在路上，你不会想知道原因的。妈，现在冬天快到了，让我取暖一下。你不会想知道原因？他人工好，那到底什么原因？你讲嘛，拜托。有磨蹭，你干嘛不敢看我？我爱的是正港的男主汉啊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娘啊？我们跟各位客观大家来评评理好了。对呀，我们的状况剧里面还是要讲有默契，有没有？你们觉得你们有默契吗？哎，对呀，对不对？难怪要分手啊！比如说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我来示范一下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哇！哎呦，你来，我们就把里面只有一小段台词把它截取过来。是是，什么叫做默契？来，我们来打枪打枪，就从那一段开始。为什么要分手？不要吗？取暖啊，你不能够再给你取暖了，我要分手。取暖还是取暖？取暖，取暖鱼啊！我这个是金门腔。你们不懂啊？喂，我不能再给你取暖了，我要分手。为什么不要吗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不能说。不管，如果你要跟我分手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我。今天要分手，就是打算我不能告诉你原因，也请你不要再问了。我要分手，有人这样子的吗？真的想知道？你认真听我说。好，其实怎么样？我是女神。刚才默契在哪里？啊，看不出来。真的有没有看到？刚才默契在于我接了他的尾句，是来做。哦，我要取暖，我不能跟你取暖，我要分手。取暖。好，那如果道远。我要取暖，我要分手，我要知道原因，我要分手。他那写啊，你的几句台词，你还一样就过了。啊，我记性比较不好。人家跟你一集一样，你一样的钱，你就直接我要分手。他很累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顺着对手，哎呀，默契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有点不太有默契，烂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们戏演那么久了，看这样子就算了。哎喂，什么算了？我准备了多久啊？哎呦，你要准备什么？巧克力蛋糕，巧克力。哇。现音乐，好，今天的剧情一样，就是男朋友要跟自己分手。巧克力，好开心哦！我们能够来到阳明山看夜景，真的，我排除了万难，每天都跟爸爸妈妈说要去练歌才能出来。哎，练歌，对，那你开心吗？你开心？我很开心。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？啊，等一下，我本来是安排要看电影啊，但是。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其实今天晚上除了要看电影之外，也想要跟你分手。Baby， 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对，你问得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白的。我好开心，你终于要跟我分手。怎么还不行？你不能这样讲，这样还没演完啦。不能我啊！不能不能不能！你没有问我为什么我要跟你分手？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因为我喜欢高的。好好，掌声鼓励！哎呦，哎，其实发现他们比较有默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直放在心里不敢讲出来的话，对，其实一个是喜欢高的，一个是喜欢白，对，算是有默契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分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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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队。今天我要两位校花，可以吗？给我这个心愿可以了，你可以婉转点说，我今天想要跟两位校花同一队，你直接说我一样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要你。
还是王虫道员最好心自愿与巧克力共组一对，至于艾鹏当然就完成心愿，与两位校花孝萱和乃真一对，最后究竟谁可以拿到胜利，就要看谁最会比，谁最会猜，又最有默契喽。下下下，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爱成堆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派出来是我们的孝萱姐，所以她应该是很会猜的。哎呦，开玩笑，今天两个校花，真的，哎呦，真的，开玩笑，是护花的，护花使者，护花使者，我觉得她比较像采花贼啊，采花贼，不像护花的啦，不会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根据好几集的经验，发现一件事情，美女通常可以激起她的战斗力，哎呦，加油，表现得会很厉害。超过八题，我可以要个拥抱吗？那我应该猜七题好了。等一下，配合我配合。刚好来个机会教育，像这样子的情形，台语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怕气。台语现在叫计时，三分钟开始。那你想的时阵，你想的时阵，下面去说。机场。不是，以前。底片。对，底片是哪个？小动物，小动物，小动物，垃圾，垃圾，电毛虫，啊，对，谢你，谢你，第四个字是人好好啊，人讲话，那边好好什么？它是一个成语。我的台语已经很烂，你讲成这样，我真的听不懂。谢你，第四个字，人讲话，人边啊。轮转的马来式台语让陈孝萱听得一头雾水，他能否在最后时刻猜出正确答案呢？郎仲伟，那边好好什么？他是一个成语。我的台语已经很烂，你讲成这样，我真的听不懂。谢你，谢谢你，郎仲伟，郎边暖。郎仲伟，郎仲伟，郎边暖。第四个字是听，第一个字那沙那沙垃圾，别安怎？洗对，洗洗什么？洗耳朵听。我认为我起来会听，然后小朋友拢就爱的，然后会唱海绵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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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蜜桃姐姐，哎，你唔是飞的，飞的很得得，蝴蝶，对，姐姐飞。是下面作为第一个是一种功夫，一种功夫，对，一种功夫，答对。阿兵哥拢起来爱抓一个帽啊，还叫什么帽啊？钢盔啊，第二个你是钓钢，钓你讲最后讲第二个，你到底是什么？你到底是第二个？妈妈，妈妈被刺杀的时阵，头一个动作是啥物？不是，被刺杀的时阵，一个动作，一个成语。脱衣服穿。穿啥物？啥物？啥物？成语是吗？什么？这是一个成语。再给你们八秒钟，一秒。穿。两秒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哎，赶快讲哦。刺杀。三秒。头一个动作你要做。四秒。你才会使开始刺杀。不用再讲，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穿针引线。恭喜你们，鸡同鸭讲，答对。在第一回合，爱成队得到的是七分。你故意才七题的。你还要我再一次告诉你机会教育，这样子的情形叫什么？我跟他讲。哈欠。好，马上攻守交换环。恭喜到第一回合台语下降，现在换到我们的统统队。哈哈，派出来猜题的是我们的巧克力。是的。台语下降，计时三分钟开始。好。伊是一种物件，会使摕来打物件，伊是高高的，爱用米做的。胶水？不是，另外一种讲法。啊，你又叫？白色的吗？浆糊？嘿嘿，浆糊。恭喜答对。咱查某人出门的时阵，拢爱直接镜头前冲什么？伪装？嘿，化妆品。答对，水来，漂亮。好，谢你。嗯。
头前是一千，一百，一百，一千过来嘞，一万，嘿，啊，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，十，你得讲几位，然后后面呢，跟席维斯史特龙有关，很有关系，最好是席维斯，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，哎，单扛马哦，爱爱 key 什么，火，十万火急，嘿，恭喜答对，下一位，那阿谢谢尊，那我就喜欢吃的物件，宵夜。你又是日本的一种人，阿爷飞天遁地，忍者。嘿，第三个你是，伊是一种动物，一惊就会缩起来，一惊就会缩起来，又卡钉钉的。乌龟，嘿，是吗？嘿，对。忍者龟，嘿，对。漂亮哎。那你，别提定杯啊，一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一个台湾国语要安怎讲？一个，一个，两个。喂，阿仔还是关哪手？微风。我得杀好，来，手加几下，加几下。这边吗？袖子。它是一个形容词。下面风，金能。古时候比较常用的。来，秋清风。恭喜答对。大力，照他来都会坑的物件。啊？照他来的都会坑的物件。鸟，鸟啊，鸟什么？鸟啊，鸟什么？鸟啊，鸟啊，老鼠。再给你五秒钟，老鼠五秒。Daddy 是老鼠为鼠，四秒。啊，这是三，这是三 D 五阶飞行。三秒。来，这个物件别照它。两秒。什么数？一秒。时间到，再加油。好。什么数？对不对？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是不是？好，公布正确答案，就是捕鼠夹。好，三 A 一啦，所以你看讲跟听一样重要，好不好？统统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分数也是七分，默契，默契大考验。第一回合两队战成平手，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默契大考验，人地事比一比。猜题，我却发现你现在长才了。哇，厉害！哎呦！芝麻官刚恭维，的确他用害来表示。我的想象力，开玩笑，用膝盖都比你厉害。人地事比一比，计时六分钟开始。来，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金鱼啊！下一个。哦啊！贩卖机。什么东西？它是五个字的哈。哦，哎呀，跳伞，毛毛虫，在自动贩卖机跳伞，漂亮，答对。他拿的是什么？盲侠。他拿的是什么？盲克侠。盲侠哪位？哦，这什么？它是一种水果。哦，这是一种舞，我们通常叫什么？这个动作。下腰。请作答。盲侠在啤酒屋下腰。盲侠是什么东西？他拿什么东西？盲侠客。盲他是一种武器。手长长的。那个是手杖。他是手杖。好，盲侠在啤酒屋下腰。好，恭喜你答错。只有事情是对的。我再帮你一下好了，那个人啊，我给你一个提示，我们吃牛排会怎么点？它是怎么算的呢？第一个，请作答。克啊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？盲剑客。盲剑客在甘蔗园下腰。恭喜答对。而且他没讲盲侠客。而且他没讲盲克侠。这好难哦。哦，这有点难。寄居蟹。哇，哇塞。在神坛。李彦慈，我怎么会有乡音啊？哎呦，奶壮会跳哎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！ 这题算我拜托你故意猜中，他再跳一次。寄居蟹在许彦慈跳肚皮舞。
个地方呢，中南部比较多，它是民生用品。喝水站、下水站、喝水站、下水站、吞剑、爬林，再加水站吞剑。恭喜你答错。好，这是人事队的哈，于澄庆。但要说中文名字哈，什么地方中南部有，尤其是高雄，它是民生用品，每天我们都要喝到的。喝水站、加水站。好，刚才你差一点点，不是吞剑，是吞什么？请作答。于澄庆在加水站。吞我。恭喜答对。哎呀，快点快点。青蛙。啊，那个。好，这边还看青蛙。哦，滑雪场。稻田啊。竹竿舞。请作答。不能比啊。青蛙在滑草场跳竹竿舞。恭喜答对。哎呦，什么样的人要戴这样的帽子？厨师。在神坛。哎呦，厨师在神坛。拔铁钉。请坐他。厨师在神坛拔钉子。恭喜答对。哎呦，好，没关系，小萱姐，前辈，开玩笑，我们是后生晚辈，一定要尊敬一下，对不对？您比，您比，您比，我们拿出来一样的分数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小木偶，这很难。好，房间里，小木偶在。小木偶在房间里面。金钟影后陈孝萱使出浑身解数的表演。小木偶在房间里面抓头丝。要掏三。你要掏三。艾辰，请看一下后面，你正确的答案是什么？小莫在旅馆剃光头。默契大考验第二回合，人地是比一比，爱城队得到的是六分，但是统统队又如何呢？风水交换，默契大考验人地是比一比，换到我们的统统队，派出我们的队长统统，没错，猜题是的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人地是比一比，计时六分钟开始。开始。对，是水龙头，水龙头。哦，拍证件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这个地方。照相馆，照相馆。算钱，算钱。它有个名词。数钞票。请作答。哎。水电工，水电工在照相馆数钞票。是数吗？有没有另外一个数钞票？恭喜答对。来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快点，巧克力。大象，是大象。哎呦，哦，这大象比的真好。来。拍照啊，拍照，手秀，手秀，秀秀场，秀场，折衣服，折衣服，大象，大象在秀场折衣服，秀场，它不是秀场，它是有铺红色的地毯的。好，星光大道，星光大道。哎呦，喂，这么快猜出来了？地毯啊。好，那我要推你一点时间。喂，好，故事到了。来。企鹅，企鹅，萤火虫，萤火虫，萤火虫，吃饭，吃饭，哦，拉面，拉面，吃拉面，啊，拉面店，萤火虫在拉面店，醉汉，醉汉，醉汉，哎呦，醉汉，萤火虫在拉面店喝醉了，恭喜你答错，人跟地是对的，萤火虫屁股发光。萤火虫飞飞飞，萤火虫，萤火虫，萤火虫，拉面店，拉面店，拉面店吃拉面，萤火虫在拉面店。哎呦，喝醉喝醉。
为什么呀？形容酒品不好的人请作答。萤火虫在拉面店发酒疯。恭喜答对，所以来。书会笑成这个样子。漫画书，漫画书吗？猜罐头。锦鲤猴，锦鲤猴。好，请作答。朱大哥在。朱大哥，他是朱大哥，我们怎么？诸葛亮在漫画店锦鲤猴。恭喜答对。来。啊，你直接躺下来就对了。讲道理。利夫泰勒，利夫泰勒，利夫泰勒。怎么会猜到利夫泰勒去啊？还有摔跤，摔跤，摔跤，接近，很接近吗？你直接坐下来就对了。请你不要这样子为难。打坐，请坐的。Lift 太冷的 ，Lift 太冷 ，Lift 太冷 ，Lift 飞船哎 ，Lift 太冷，他有开心吗？就碰到啊 ，Lift 太冷在那个什么摔跤馆，摔跤馆打坐。恭喜你打坐，这事情是对的。它是一种武术。柔道馆，美人鱼在柔道馆。刚才事情是对的。打坐，美人鱼在柔道馆打坐。你好像弥勒佛。请坐吧。美人鱼，我在一场打坐。哎，答对了。它是一个有攻击性的武器，交通工具，它是一个战斗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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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在战斗机上面玩什么打？哎，练我操，我来加油！恭喜答对，快要看到分局了。三二一，一枚道长，一枚道长，一枚道长。好，那你比完。养猪场吗？它有一个专有名词，两个字的。繁殖场。第一个字是对的。猪养殖场。马杀鸡。好，事情它是一个民俗疗法。林道远刚才比的蛮好的。一枚道长，在。哎。哎。对。哎，养猪居圈。居圈居圈。就拿快，不要拖我时间。因为道长在猪圈，到了。恭喜你答错。哎呀，正确答案一枚道长在猪舍做刀了。这回合统统队得到的也是六分。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成绩，爱城队得到的是十三分，统统队得到的也是十三分。今天两队战成平手。今天呢，一系列的默契大考验啦。那我们在职场上呢，大家必须要有默契。在家里面，兄弟姐妹一样有默契。对，其实默契是可以培养的。没错。那些小游戏里面，我们可以培养大家彼此的默契，而且还可以得到欢乐。谢谢大